咗我只宠物过嚟啊！噔噔，佢叫做谦谦，我而家同佢一齐入住呢间酒店庆祝生日先。台北最新话题酒店金普敦大安，标榜宠物友善服务，欢迎住客带埋宠物入住。入住前同酒店职员讲定会带宠物，就可以入住宠物专属客房，仲可以帮宠物搞个生日 party， 好 sweet 啊！成间房都悉心布置，仲有专人帮手照顾宠物。酒店咧都会为你嘅宠物准备一份生日礼物噶、哦，入面会有狗嘅零食啦、洁牙骨、玩具，仲有张生日卡添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睇完宠物友善服务，梗系要 check 埋酒店其他设施啦。床单、枕头套同埋被套都系特别订做嘅400针，最接近人体皮肤，等你一觉瞓天光。浴室够光猛，又充满台湾元素，细块嘅长瓷砖系台北旧公寓嘅必用材料，器皿都整到成台湾老牌大同饭煲咁嘅样，又经典又可爱。呢度有个24小时嘅 mini bar， 可以自己整 cocktail 噶。想饮咩啊你？每日5:30至6:30，仲有免费葡萄酒饮，记住预时间嚟探下啦。呢度仲有单车出租，我带埋谦谦周围去玩下先，拜拜。